今日係美術會嘅畫班展，呢一幅咧就係由畫家大活嘅東北牡丹，因為佢今日要幫電影公司做攝影師嚟唔到，所以我嚟幫佢影張相。呢一幅就係我嘅牡丹花。呢一張咧就係洋牡丹，其實咧就係卓玉嚟嘅。你叫我邊個嚟啊？我喺度加個斜竹線都俾咁啫，加個斜竹線都俾咁啫。呢一張係我好多年前畫嘅牡丹花寫意嘅，咁咧就係取其黃金富貴啦。